在阳光，东京之间，风起雨涌，因为有你的掌声。醉在阳光，洒在我肩膀，坚持就是我的。青春的步伐，轻松温柔，自然的伤。
各位亲爱的现场球迷朋友们，晚安！欢迎来到台中棒球场欣赏今天晚上的比赛。这场比赛是2013年第一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编号第30场的比赛，将由西苑高中对上大德商工。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主审刘正熙先生。青春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今天进入到第12天的赛程，过去将近30场的比赛过程当中，全台湾的球迷看到热血高中生在球场上奔驰，全力以赴，散发出无悔的青春。每一次的挥棒，每一次的投球，每一次的感动，全力的跑垒，草地上有每一个守备记录着高中生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的痕迹。即使遭到淘汰，但付出来的汗水、泪水，让这一生没有白流。踏进职业化的球场，超越胜负的价值，代表着热爱棒球的新兴学子这圆梦的一刻。而今天的比赛依旧是32强的单败淘汰，而在今晚的比赛结束之后，也将残酷的淘汰其中一支球队，但黑豹旗的整体精神早已超越比赛的胜负。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透过纬来体育台的现场直播，在民国102年，今天是12月13号礼拜五，来到台中体大棒球场来欣赏2013年第一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稍后呢，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晚间最后一场的32强的赛事呢，要由台中市的西苑高中来出战是云林县的大德工商。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本届黑豹旗编号第30场的赛事。而在晚间这场比赛的转播呢，是由林秋平、钟彩钟教练以及我张立群还有全体的工作团队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这边你好，立群好，大家晚安。好，这场比赛稍后马上要正式的展开了。那云林县的大德工商哦，他们在第一轮呢是轮控哦，所以抽到种子球队哦，所以这是他们在本届黑豹旗进行的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排出来的先发阵容，第一棒呢是张伟成，二棒呢则是中外野手杜库克，三棒呢则是一垒手涂冠宇，四棒呢则是捕手张俊奇，那五棒呢则是三垒手黄世颖，六棒呢则是 DH 汤成宏，七棒呢是郭真卫，八棒呢则是苏家伟，九棒呢则是二垒手张志维。就是这场比赛呢，云林县大德工商所排出来的先发1到9棒。一开始开路先锋张伟成呢打成了一个二垒方向的滚地球呢，结果遭到二垒手传往一垒，形成了刺杀。那这场比赛西苑高中所推出来的先发投手呢是背号18号的翁伟乔，搭配捕手呢则是陈宗玉，一垒手呢是叶长志，二垒手呢则是于炳君，三垒手呢是董子浩，游击手呢则是尤中汉，三名外手方面呢分别是张志维，中外野手呢则是高怀安，右外手呢则是张佑明。一开始大德工商打得很快哦，对，两个球就有两个出局了，是制造两个滚地球。这个翁伟乔是翁丰毅的小孩，就是小金门仔了。对，这场比赛的先发投手翁伟乔是翁丰毅，前三张虎队职棒选手，翁丰毅的二公子，这是老二。对，身材也很好哦，这个投球的动作有点像，这个翁丰毅的投球的姿势。所以在西苑高中这边的哈，这个背号17号的赖志源呢，他的父亲呢就是赖友亮，对，然后18号的翁伟乔呢，他的父亲呢就是前职棒选手翁丰毅。
这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些职棒的小孩啊，都已经打高中了。那上一次呢，这个翁伟乔呢，还有赖志远呢，两个人联手接受访问的时候，还亏他们的父亲呢，说为什么在未来体育台呢这个播出的这个棒球故事当中哦，我们的爸爸常常被打全垒打。对，说明当时的哈采取的比较有用洋炮的这种方式。那时候职棒竞争很激烈，很激烈，而且洋炮也比较多了，所以接受考验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翁伟乔还亏他父亲呢，说怎么我在看重播的棒球故事的时候，爸爸当时候一直是被打全垒打，一直给他爸爸闹亏啊。其实也都很简单了，有一天你打职棒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打者的厉害了。对，毕竟你高中的一个攻击能力跟职棒选手的攻击能力不一样。好，先为场上这个球打成了在游击方向的滚地球，因为手这个球接到之后，但是传歪了，就形成了一个爆传，捕手接球之后传二垒，这边做弥补。Out！ 哇，结果没有花垒的情况之下呢，三棒的涂冠宇呢，还是在二垒前呢遭到了触杀。啊，捕手这个弥补呢，弥补的相当不错。一局的上半，大德工商并没有得分。因为有掌声为我带来成功，分享感动。一垒手背号三号涂冠宇，二垒手背号八号张志维，三垒手背号二号黄世乙，游击手背号十三号张伟成，左外野手背号六号郭真卫，中外野手背号十一号杜库克，右外野手背号九号苏家伟，今日先发投手背号十六号赖清荣。搭配的捕手为背号十五号张俊奇。这场大德工商对西苑高中的比赛，西苑是后宫球队。我们来看一下西苑所排出的先发打序，第一棒的是二垒手于炳君，二棒的则是左外手张志伟。其实西苑的左外手张志伟呢，跟大德的二垒手张志伟两个人是同名同姓的，是完全一样。对，那他们两个都说是看到秩序册才发现竟然有跟他同名同姓的。三棒是张佑明，四棒是高怀安，五棒是方胜祖，六棒的则是董子浩，七八九棒的分别是叶长志，八棒的则是陈宗玉，九棒的则是尤忠汉。对，同名同姓不奇怪了哈，能够一起打棒球才奇怪。对，这种几率是很小的。是，而且赛前我都问过这两个人的，两个人都说是以前都不认识啊，因为大德工商和西苑高中哦，其实在联赛啊没有什么机会碰头，因为不同等级了哈，一个是铝棒组，一个是木棒组，所以要碰在一起几乎不可能。对，不过大德工商在101学年度高中棒球，也是报木棒组啊，也是报木棒组，啊，但因为就是说抽签的时候没有办法抽在一起，对，就已经是分开了。是，那木棒组的球队也蛮多的。对，那像101学年度大德工商，他们在第一轮呢就遭到淘汰了，那西苑呢则是拿到第四名，哦，那大德工商又是一个算成立比较新的一个学校，五六年的时间了，所以过往其实两队没什么交手的记录。如果以五六年来说的话，其实平镇它成立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我是觉得说你怎么去经营，我们看这个补位，主要是捕手的补位啊，对，很快。那当这个球没有弹出去，捕手的补位快的情况下，这个球又加上没有滑垒，没有滑垒的话，它的速度放慢，应该要加速度的，它反而放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这个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哇，左外手这个球判断的并不是很理想。灯光安打是，好，首先绕过垒之后继续冲三垒，这个球回传之后也传偏了。对啊，基本动作的接传的能力也稍微比较差了一点，反而是变成了一支三垒安打。这球啊是打出去以后被灯光吃掉。
对，就是打成一个平飞球，一时之间球消失了，所以发现球不见的时候，落地，然后弹到后面去，整个的一个 cut off play 做得并不是很到位，一口气于炳军来到三垒，其实这个抛垒是有一点风险，如果对方的一个接传球的能力好的话，有机会在三垒之前出局。一局的下半，西苑高中的进攻线是温出局，三垒上有跑者，打击轮到是第二棒的张志伟。西苑高中呢，在101学年度高中棒球联赛的木棒组是拿下第四名的成绩，有一定的实力，也算是中部呢棒球的算也是传统名校。这个球打成了在三垒方向的界外。那大德工商呢，在101学年度高中棒球联赛木棒组首轮，第一轮呢，第一阶段他们是跟仁义高中、另外台中高农还有华德公家分在同一组。那其中是输给了仁义，也输给了中农，然后是击败了华德公家，但是还是以一胜两负的成绩在第一阶段呢是遭到淘汰。所以大德工商的总教练是王俊朗，也担任过新龙牛队的总教练，是，也是兄弟象队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代打者，他代打打安打的几率很高。这个球出棒缩小手背的情况下打穿了内野防线，最后形成一支安打。敲出安打的是第二棒的张志伟，一开始西苑高中，连续两棒敲出安打就得了一分。对，七拳的意义尤其第一局没有必要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投手当然说你是超级的投手的话，具有三振能力来七拳防守有那个价值。那你去一区捡的话，反而是这一局有机会来制造大局，连抓到出局数的机会呢都跑掉了。画面上看到就是大德商工的这个总教练王俊朗，后续呢以前也是曾经担任过新农牛队的总教练，他也是职棒元年的就元老的职棒选手，也是南一毕业的。对，在中华职棒史上的第一场比赛他其实也是兄弟象队的先发球员。那以前曾经在西苑担任过总教练的江仲豪，他以前也是这个兄弟象队的这个元老的第一场比赛的这个先发球员，不过是江仲豪现在也已经不在这个球队了，对，他跑到台中高农去了台中高农的教练。打击轮到是第三棒的张佑明，今天是温出局，一垒上有跑者。在一局的下半，西苑高中连续两支单打，金石先攻下了一分。很漂亮的变化球，这变化球应该就是蔡全清教的他们的教练蔡全清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手教练，也曾经在强树中学曾经鼎盛的时候来担任投手教练，带出很多好的投手。外角投的位置还不差，但判定是坏球，现在球数呢形成了连好两坏。那西苑高中当然他们的分工就很细了，总教练蔡景峰教练，另外投手教练投手部门是林朝煌，那打击部门呢就是李鹏波，也是，对啊，正好蔡景峰就是华新第一届，这个球三振传二垒，抓到了吗？safe 没有抓到，对，三振掉了因为一个大跑战术。那打击的张佑明呢是遭到了投手的三振，现在是形成一连出局，但一垒上的跑者张志文呢是盗垒成功，这个外角球很有违禁八号高怀安。继续打击轮到是第四棒的高怀安，高怀安在第一场比赛呢是五打数出现两支安打，有两分的打点。西苑这是他们在本届黑豹旗的第二场比赛，首战呢是12月6号，当时是以7-0击败了桃园的寿山高中。那大德工商呢则是算抽到所谓种子球队在第一轮免战了，所以这才是他们在本届黑豹旗的第一场比赛。这球传偏了，
不过实力才是基本的了啊，有的时候都会说啊，签运很重要，签运当然重要。如果你是有实力的球队啊，即使你第一场抽到平阵，你有实力打败他的话，其实这才是最可贵。有的时候就是本身如何去增进自己的球队的实力啊，才是重点。不过目前台湾的一个青棒的一个态势啊，大致上就是三强鼎立了。高雄县的。高雄市的高院哦，高院工商哦，还有台北新北市的古堡家商，桃园市的桃园县的这个平镇高中三强鼎立。这个球打成了界外球。那今天西院呢，当然国中部的成员呢，另外还有高中旅棒组的成员，都到现场的来帮这个木棒组的这一队来加油。应该的了哦，那个最近。这个球打出了在二垒方向小飞球，接球之后传游击，哎呀，传高了一点，没错，不然有机会形成双杀。对啊，都还有进步的空间啊。这个简单的一个近距离的转传的时候，没有办法传到这个守备者要的位置。这个球啊，要回去其实距离蛮远，只要传准的话，应该。就有机会，你让游击手跳起来的话，就失去这个机会。刚打击的高怀安呢，是遭到了接杀，现在是形成了两出局，打击要轮到是第五棒的方胜足。投手还不至于太离谱，有一定的控球。那今天先发的赖清荣曾经在精英杯的比赛当中测到最快球速有138公里，也不错。所以也看得出来啊，蔡显清指导投手的功力了。一个球是一个好球，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飞球，哎呦，右外手，虽然接得有点惊险了，但还是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结束了在一局下半西岳高中的进攻。西岳呢在一局的下半呢是攻下了一分，目前的是1-0领先。目前比数0-1，暂时由西岳高中领先。因为我带来成上半大德相锋的打击，场上来到第四棒背号15号张俊奇。这是在台中体大棒球场所进行的2013第一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由云林县的大德工商来出战，是台中市的西苑高中。这比赛来到12局的上半，这个球打成了一个二垒旁边的小飞球，第四棒的捕手张俊奇呢遭到了接杀，形成了一人出局。翁伟桥有乃父之风啊，控球有一定的实力，然后他的大曲球、直球的一个交互运用，压制力还蛮不错的。对，虽然目前还没投出三振，但是他的控球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球种呢有直球、滑球、滑曲球以及变速球，这是他的主力球种。那他的父亲呢翁丰玉的绰号呢叫金门仔啊，但翁伟桥呢他的绰号呢则是叫做本垒板，是因为脸型的关系啊。哦，脸型啊。
五角形就对了。对，这是他队友帮他取的哦，他的绰号叫做本垒板，因为脸很多的人的脸都很像本垒板吧？像许孝顺。对啊。所以有型了，有型了。对对。赛前他的队友亏他说他的绰号的叫做本垒板，我那个脚还蛮明显的，尤其下巴尖尖的。一号球，一坏球。这个球结果挥棒落空，打击要轮到的是第五棒的黄世仪。这是他的父亲。对，老爸多专注啊！这就是对儿子的爱了。比教练呢看得还仔细。两好球，一坏球。也同为投手，其实也可以就是在这个部分呢多加指导。这个球的球速呢有136公里哦，这个三振掉了打击的黄世颖形成了两出局。那这些投手不容易，就是他们都有一定的控球。他有一定的控球的话，他如果球速又进步了，然后变化球又更犀利了的话，这个打者要打就很困难，因为他的失投球会变得比较少。那赛前西苑高中的蔡总教练呢有谈到说翁伟乔，他认为翁伟乔现在是高二，他认为高二的他最需要进步的是在稳定性的部分是最需要进步的。但他认为他的优点呢就是他的变化球其实控制的还有一定的水准。接位。比赛目前来到是二局的上半，大德工商的进攻打交轮到第六棒的汤成宏。太高，直球的速度还不错，能够投到137了。汤成宏，是打 DH 的指定打击，球队的队长，现在面对翁伟乔，球速形成两好一坏。本垒后方的界外球。那汤成宏呢是云林镇南国小、云林国中，毕业的选手。他在这个之前是打篮球的，后来才转换打棒球，以前是打篮球。不容易哦，对，身材条件不错，有一定的运动神经。三振，压低的速球，结果打击的汤成宏呢是遭到了翁伟乔的三振的连续两局。翁伟乔呢都是让对手的三上三下，结束了在二局上半大德工商的进攻。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分享感动。我们是来参加黑豹旗的，不是来唱歌的，要不然我换我唱了。不要闹了，我先来自我介绍，我是西苑高中郑俊仁背号十号投手队长。我是西苑高中高安背号八号外野手。西苑高中在台中，台中就是我们地盘，我们不会让你笑着离开。我们一定会打到决赛的，我们天母见。现交。好，这边接受访问的分别是高怀安另外还有背号十号的队长郑军仁这是西苑高中我们请这两位选手呢来自我介绍，同时来介绍他们的学校。前卫场上，这个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中外野手往后退。
站得够深、所以这接这个球就变得很轻松。是，所以啊，这些外野手站着一个距离啊，要依对方的一个能力，然后看要站深一点、站浅一点来做一个判断。那大德工商的中外野手哦，是背号十一号的杜库克、哦，其实他的身材哦算是非常的迷你哦，他的身高哦是号称160。不过他反应不错、对球的判断很敏锐啊。他是这个布农族哦，布农族的这个原住民。现在在二局的下半，西园高中的进攻一出局之后呢，打击要轮到是第七棒的一垒手叶长志。面对的则是赖清荣，现在球数呢形成了一个好球，一个坏球。认定似乎是出棒了，主审裁定出棒了，要再记好球一个，变成了两好球一坏球。赖清荣投球有一定的稳定性，虽然一开始就被打两支安打，最后他依旧能够 hold 住比赛。是。那他的球种呢？除了直球之外呢，变化球种的有滑球、曲球以及直插球，这是他的球种。大致上投球的协调性还不错。那王俊朗总教练有谈到在赛前谈到他说今天先发投手赖清荣虽然不算是标准的科班出身但他进入到球队之后进步很快，而且很认真，他认为他的成长很快所以愿意给他机会的让他先发。这个运动神经也不错了，看起来没有让教练失望，目前看起来他进入第二局的投球，整个动作是有板有眼。那他是来自于新竹的选手，新竹中兴国小中正国中，那高中原本一开始是念大成高中但是后来棒球队解散之后呢，他来到了云林的大德工商。这球出棒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在之前的101学年度这个高中棒球联赛的木棒组赖清荣曾经对台中高农那场比赛先发，那场比赛他投的并不是很好。不过经验都会累积了，对，慢慢修正一些错误，他会变得更稳定。这个球又打成了在中间方向了，中外野手，哎呦，杜库克用捞的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接得很惊险。一下看到这个画面，也是少棒的比赛。钟教练要跟你报告一下，这个高三号称160的杜库克高三，但是他们队友常常亏他说，杜库克常常去兼差去打国小的比赛，真的假的？当然是假的啦，但是只是因为他的个子是比较迷你嘛，就说很像是小学生的身材，应该没有人会怀疑了。对，所以他说他们队友都说他是常常去兼差打国小的比赛。当然是假的，因为要查身份证嘛。是。我的反应还不错，对，接球的那个还柔软蛮柔软的。而且脚程是他最大的优势，跑得非常的快。布农族的，来自于花莲的选手杜库克，今天这个大德工商的中外野手。西院在二局下半两出局之后呢，要轮到是第八棒的中外野手，这个球又打成了在中间方向，在中外手前方落地形成一支安打。敲出安打的是第八棒的捕手陈宗玉。这个球有点挤压到，但是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不错的。场上打击接着来到第九棒，背后在内角的位置稍微受到挤压，这个巧妙的弱点。接下来轮到是第九棒的游击手游中汉，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结果落地又是一支安打，连续两支安打在两出局之后呢，八九两棒分别敲出安打，现在分战一二垒。这个球跑到中间来，右外的手背出力也 OK 了，这个球要硬拼的话，怕是球漏到后面去。这个主要是打得很拼的，敲出安打的游中汉呢也非常不容易他是高一，但在这场比赛呢先发，守游击，
也是今天西约高中哦先发的选手当中唯一的高一的这个菜鸟。轮到是第一棒的于秉钧。二局的下半，西苑高中的进攻现在是一二垒有跑者，两出局。于秉钧前一次上来的是敲出了三垒安打，然后随着靠着队友张志伟的安打呢，回到本垒得分。台中中校国小西苑国中，现在到西苑高中，配合游击手先做了一个牵制。打击的于秉钧呢，他最喜欢的球员呢，他的偶像呢是兄弟象队的王胜伟。有点挤到，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球。攻击内角球，出棒稍微慢了一点。一好一坏。于秉钧是高三。这球又稍微太低了。现在球数呢变成了一好球两坏球。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呢，西苑高中目前呢是敲出了四支安打，头尾两棒敲出安打，首尾相连啊，又是坏球。这局反而是在两出局之后呢，大德工商的先发投手赖清荣出现一些状况，有一点刻意投的比较开了。大德上攻高三的投手，177公分，70公斤。好球，这还是有依旧有一定的准度了。他的直球的速度差不多在130左右。现在球数呢变成了两好三坏的满球数，两出局，一二垒有跑者。这球出棒三垒方向，界外。来自于云林县的大德商工哦，平常呢，他们训练的就是在云林斗六棒球场的后方有一个简易球场哦，就是县政府让他们使用这个简易球场呢来做练球。我以为是在斗六球场，结果是后方。后方有一个简易球场。他们选手的组成呢，基本上都是夜间部的哦，就是夜校的同学。跟中兴高中很类似。白天可以比较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练球，所以他们就是利用一到五的早上来进行练球。这个球结果是一个好球，打者没有出棒遭到拉掉，结束了在二局下半，西苑高中的进攻留下了一二垒的残垒，这局没有得分。两局打完之后，西苑目前的是1-0领先的大德商工。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听讲最近有啥物比赛较侪人来看？我知，就是迄个湖人队的 Kobe Bryant 复出，对吧？啊，拢毋是啦，是即三个字，黑豹旗，咱今日要拍几场比赛？黑豹旗啦！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林县大德工商，我是捕手张俊奇，我是队长康成宏，我是二垒手喜德志伟。
听说今天戏院不要让我们笑着离开啊。啊，那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哭着回去吧。啊、别吵了、啊，啊，加油！认真打，一二三，加油！好。好，这是这个大德山峰的三位球员哈，在赛前的一些自我介绍了。因为球队成立呢是2008年才开始成立哈，所以成立呢大约也才5-6年左右的时间而已了。也都有一定的一个选手来源的一个困难。所以基本上啊，这个大德山峰球员的组成呢，有点偏向是，一半呢是所谓我们常讲的这个科班的球员，另外一半呢是非科班，但是有兴趣呢，来练习进入到棒球。对，那个所以他要到可以比赛的一个程度，要真的很苦练。对。而且科班的球员，如果说这个之前资质比较好的话，他可能会先去一些其他学校了。对。比赛目前来到是三局的上半，轮到是大德山峰的进攻，打架轮到是第七棒的郭真卫。目前在前两局打完之后呢，面对西岳高中的先发投手背号28号的翁伟乔，还没有出现安打。翁伟乔投得很准，现在要确实的击中球，再来看会不会安打。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左半边，左外野手向前。最后到位把这个飞球给接杀，形成立业出局，打得还不差，所以就接球的技巧很好，先避开这个灯柱以后找到球以后再稳稳的接到，因为这个方向很容易球被吃掉。苏家伟，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三游之间穿越了。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出现了，大德山峰的第一支安打是由第八棒的右外野手苏家伟呢所敲出来的。那没败了哦，目前是1-0的落后。所以看这个休息区哈，这个气氛呢就非常的欢乐哈，终于出现第一支安打。击球的要领也不错，那个打击应该王俊朗就叫的比较多。轮到是第九棒的张志伟，同名同姓的哈，这个大德山峰的二垒手张志伟和西苑高中的左外手张志伟，哇，太远，这离垒太远，冲出去那个安全距离啊，没有办法点，太远的时候，在回来的时候距离太远，然后被 take 出局。是有下战术吗？这个球没点到的情况之下，应该是一个偷点的战术。是。就郭正威呢，因为离垒太远了哈，所以经验还是不够。苏家伟呢是离垒太远呢，是回一垒呢遭到触杀。这是苏家伟啊，离垒稍微大胆了一点。一垒方向，这个球应该在界外吧？界外。那个一雷神已经暗示了，他整个脸朝向这个看台的方向的话，就是界外。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没点到之后，捕手很快传一雷。这个球传的也准了、没有问题，这个判决很正确。西苑高中的捕手陈宗玉抓到了离垒过远的苏家伟，主审判定是好球。结果打击的张志伟呢是遭到投手的三振，结束了在三局上半大德山峰的进攻。不过大德山峰在这局呢出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非常感动。
再来看一下前个半局哦，因为没点到情况下，一垒上跑者离垒太远了，所以回不来了。对，就是有偷点的暗号。冲得太快，所以他就是那个回来的那个安全距离没有算好。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这场比赛呢，由云林的大德商工来对上台中市的西苑高中。现在比赛来到是三局的下半，打第一个球，二垒方向的滚地二垒手接球之后传往一垒，刺杀了打击的第二棒张志伟，形成立业出局。赖金荣啊，第一轮的时候被打四支安打，进入第二轮，应该与他的一个控球能力，安打会反而会减少。接着站上打击区的是第三棒，背号九号。虽然不是一个从小科班出身的选手哦，但是投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投的有板有眼，这个可以说内容相当好。对外角球也不差。均速虽然刚周亮也介绍了，大约在128到132之间呢，但他的最快球速曾经在精英杯棒球赛的时候呢，测到138公里。接下来打击轮到是第三棒的张佑铭。一好一坏，这个出手的那个点哦，那还蛮准，所以他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四坏球，这对他来讲是好事情。一垒方向的反弹，接得不错，对对对，反应很快。那一垒手涂冠宇接球之后呢，自裁垒包，把打击的张佑铭呢给刺杀，形成了两出局。现在在大德这边的投手越投越稳，手背也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所以要把分数后再一分。第四棒，背后八号，有点稍微有点不规则弹跳，但一垒手反应不错，反应非常的好。对，现在是两出局，打交轮到是第四棒的高怀安，准啊！高怀安在前一场比赛对寿山高中两打数没有安打，但有两个打点。西苑高中前一场比赛呢，12月6号呢，当时是以7-0，击败了桃园的寿山高中。连续两战呢，他们都面对的是比较属于这种新成立的这个学校，对，属于木棒组里面比较后段班的球队了。是我们看哈，这个、大的这个投手，投的是有板有眼。打击的是第四棒的高怀安，两出局垒上没有跑者。前次上来呢，他是打成了一个二垒上空的飞球，被接杀。二垒方向的滚地二垒手接球，做快传打，这个就传偏了。对，急着要传啊。急着要转球没拿好就出手，这球哈、给了一个失误。如果场内啊自己的队友给他讲没关系啊，这都也是一个互相鼓励。这投手没有办法接到，这二垒手啊很快的做一个接传，但很明显的出手点偏了。对。这个球为什么跑者要赶快回来？因为他原本有企图想要上二垒，在18线这个球不能跑啊、但是他有那个动机的时候，要很快的回来，或者补一个 take 的话，他是会出局的。接下来打击轮到是第五棒的 DH 方胜足，现在是两出局，一垒上有跑者。方胜足。是宜兰三星国小、三星国中、泰雅族的原住民。他的原住民的名字呢叫做哈永吉诺。那现在当然，像职棒圈呢也很流行，就是自己证明了哈，就把自己的原住民的这个比如说像林志胜叫南耀阿 gay 嘛，就是对对对。然后陈永基就是蛮耀吉诺，就是证明，那未来搞不好就是会把他的名字继续。
变更普遍化，很多原住民的选手会变更普及，把他们这个原住民的原名呢绣在他的球衣后面。这慢慢也会有原住民用他原来的那个名字啊，在学生的时候他就用那种名字，慢慢会有这种现象。那方胜族呢，他的原住民的原名呢就叫做海用吉弄，我怎么讲起来好像英文？两好球没有坏球，两出局，一垒上有跑者。那海用吉诺哦，这个他的原住民的名字，他最喜欢的选手叫做 Robinson Cano。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的界外球，这就 是良好球，这就是英语的，当然这个英文名字 Robinson Cano， 这个在原住民的名字的话，不也用会议啊？不过应该他们也都是用罗马拼音。那方胜族呢是高二的选手。一垒上有跑者，一垒上呢是利用失误上垒的高怀安。那一垒上的高怀安呢也是原住民的选手，他是阿美族的。哟，再做前置。哦，锲而不舍啊！走了，捕手接球之后，这个球传到中外野去了。对，都顿了一下，都顿了一下，球也没拉好。对，就急着出手。对，不然其实头部手刚刚应该是配了一个 pitch out，用一个吊球。多顿一下，就是接球的时候多一拍了，那个节奏不对了，所以控球就会出问题。高怀安呢是倒上二垒，现在上到得点圈，打击的则是第五棒的方胜族。这球位置还不差，但判定是坏球，现在球数变成了两好两坏。挥棒落空，结果最后打击的方胜族呢是遭到赖清荣的三振，结束了在三局下半的西岳高中的进攻，留下了一个二垒的残垒。在前三局打完之后，西岳呢目前呢是1-0领先。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非常感动。在台中体大棒球场所进行的是云林县大德山宫，来出战是台中市西岳高中。因为在这次的比赛呢，有51队来参加吼，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每一个学校它不同的球衣哦，有些不同的球衣配色哦，有一些真的球衣哦，真的是蛮好看的。
那像就有网友有谈到说，这个西苑高中哦，这个有点类似巴尔的摩精英队这种橘色的球衣哦，那这个球衣是显得非常的显眼的，非常的好看。那之前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这个打过第一轮的比赛，或是说已经被淘汰的学校哦，当然因为每个学校它可能就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啊，有些球衣的配色了哈，还有那个球衣其实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配色。这现在球衣大部分都是上身一个颜色，然后裤子白的都居大众了，就是上衣的变化比较多了。一出局，打架轮到是第二棒的中外手杜库克。非常迷你的选手哦，他中间这个字哦是要念库，杜库克。选的名字也很特殊了。他已经高三了哦，但是队友都亏他说他偶尔会去打那个小学棒球的比赛。因为身高号称160，哦，真的，你说走在路上，可能真的会被误认为小学生了。对，也还 OK 啦。年龄啊，有的时候跟他的面相了、身材了，没有办法成对比了。不会说年龄越大他越高了。那杜库克呢，是来自于花莲的玉里国小、玉里国中。啊，脚程快呢是他的优势哦，所以他也是守这个中外野。这棒管理后方的接外球，棒子可以握短一点，因为你挥棒的那个幅度太大，挥棒的速度会比较慢。选球还不错。杜库克呢，前次上来面对翁伟乔呢，是打成了一垒方向的滚地球，遭到刺杀。一二两棒都不约而同都打第一球。这球结果挥棒落空，最后是遭到了投手的三振。翁峰玉的公子的翁伟乔在这场比赛呢所投出来的第四 K。这个控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四坏球，这个能够面对160的好球带的话，能够三振的话，有一定的控球实力。对，刚刚这个球最后进了一点哦，不断往外窜哦，有一点卡特球的味道。现在是两出局，打击轮到是第三棒的涂冠宇。涂冠宇是大德山工高三的选手，他是客厝国小、马光国中。右半边方向的反弹球，二垒手接球之后呢传往一垒，刺杀了打击的涂冠宇，结束了在四局上半大德山工的进攻。那这局呢仍旧没有得分，目前呢是0-1，暂时落给台中市的西苑高中。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
我们从2013年的12月1号开始呢，到2014年的1月12号为大家带来第一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啊，黑豹旗呢也有一个官方的粉丝团呢，也欢迎球迷朋友哈到这个黑豹旗的官方粉丝团呢按一个赞，同时也可以跟其他的球迷朋友还有网友呢来多做一些互动。现在比赛来到是4局的下半，轮到是西苑高中的进攻，啊，将轮到是第6棒的三连手董子浩。这个球捕手没有接到，连续来了三个坏球。对，没有接好，这个球突然有下坠的一个情形。目前场上的投手呢是大德山工这样比赛的先发投手，背号16号的赖清荣，在第一局一开始哦，连续被打两支安打丢掉一分之后呢，接下来他在2、3两局的都没有失分。又是坏球，投出四坏球。四坏球的量一定不能够投多，投多的话有可能会被制造大局。这是这场比赛呢他所投出来的第一个四坏球，保送了打击的董子浩。继续打击，轮到是第7棒的叶长志，现在来短棒，要短打还是收打？哦，收打。回棒落空，哇，跑掉了。嗯，这捕手啊，这个球也没有接得很干净。目前场上打击来到现在看起来15号，在大德工商这边的捕手是一个罩门。这个球没有挥到哦，所以并不是擦棒哦，是单纯的回棒落空，所以是一个活球状态啊。董子浩是上到二垒，盗垒成功。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现在球速呢形成了良好球没坏球。叶长志前次上来的是中间方向的飞球呢被接杀。球有点跟不见了，碰到变化球挥棒太早。叶长志跟第一棒的于炳君一样哦，是中校国小，西苑国中，他是高二，回棒落空，结果最后是遭到了三振，对，很有球速，我有违禁。这场比赛赖清荣所投出来的第4K，只要不投四坏球太多的话。要制造大局没有那么容易。继续打击，轮到是第8棒的捕手陈宗玉，前一回上来呢他是敲出一支中间方向的安打，中外手可以手稍微浅一点，左于，去触身球，哦，这个算很有技巧，也是，没有躲的动作了哈，我也还 OK 了，因为一垒垒包正好是空的啊，这正好打到护具啊，这球没有躲的动作，没有躲的动作，这个躲得很有技巧。你现在手肘啊，等于说是另外一支球棒。对。好，现在大德山工的王俊朗总教练上来喊了一个暂停。按大姐的。投手投的不错哦。那以前王俊朗在球员时代或者说教练时代啊，也是以属于那种鬼灵精怪哦，然后出一些怪招哈、啊、的不过是一名球员教练出怪招，你要强对弱了，你如果弱对强出怪招是自找麻烦的。那上来现在是安抚一下。那另外刚刚钟教练所介绍的这个蔡全清教练哦，那他这算是老前辈了哈、哦。41年次的岐山人，第一届世界杯他也是国手，是之前是合库、哦、然后再到之前是六姓的。
第一届世界杯的国手，算是老前辈。那另外这个云林县的麦寮高中的总教练董启慧哦，那又更是老前辈了。是，董启慧的话应该是39年次了。现在是一出局一二垒上有跑者打击，轮到是第九棒的游中汉来短棒，哎呦，还是做一个牵制，很接近了哦，牵制的能力还不错。现在垒上两位跑者呢都是获得40球上垒，二垒上是董子浩，一垒上的则是陈宗玉。这球点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球。好，来看一下哈，这是刚刚大德上攻的变化，真的是要出怪招哦。你看其实二垒手和游击手那边好像假装是要跟投手配合，但投手其实这个暗号是传一垒，牵制一垒。如果万一一垒不注意的话，有机会出局。我们碰到韩国的时候也曾经上过这种当。是是。前面就有提到说，王俊朗总教练以前不管球员、教练时代哦，就是花招还蛮多的。那刚刚总教练谈到说是之前有碰过韩国队的比赛当中，曾经吃过亏。是，他们有这样的招数。就是你看二游在那边就是虚晃一招，就像你一垒跑者有当时的想讲，没未加来，希望未加来反应不及，就傻眼。通常他会先躲在这个一垒的跑者的后面，突然切进来用手打。三垒方向的界外球，两好球两坏球。躲在一垒的跑者后面，然后。那边在跑来跑去的时候，他突然就是切进来，然后投手就反过身来牵制，传给这个切进来的一垒手做 take。所以我们刚刚用那个全景的空拍图你会看到，就是刚刚在这个大德三宫那边内野的守备变化。打击的是第九棒的游中汉，来了一个变化球。前一次上来呢是敲出了一支右半边方向的安打，高一但今天这场比赛先发，疾风国小、光复国中，最喜欢的球员呢是恰恰彭振明。这个球二垒手把球给拦住之后，抛给游击，游击手往一垒这边送 ，double play， 哇，二垒手这个球接得精彩，就完成了一个4-6-3的双杀。哇，休息区的队友都出来迎接他似乎都认为说这个球接得有点不可思议啊。结束了在四局下半西苑高中的进攻。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非常感动。
今天是12月13号，礼拜五，在台中体大棒球场，这场比赛呢是由云林县的大德商工出战，是台中市的西岳高中，西岳高中的国中部的选手，另外还有这个铝棒组的选手，应该也还有一些木棒组还没报到名的选手，阵容真的是差不多100多位了，这个国中部还有高中部加起来100多位。那赛前，这个西岳高中的蔡总教练就有跟我谈到说，这次参加黑豹旗的选手，就是他们要预计有参加接下来102学年度高中棒球联赛木棒组的主力选手，他们就是要为了这个比赛来做准备，先来历练。在上个半局啊，大德工商啊，这个二友的配合非常精彩。对。那个球接到是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打得还蛮强劲。是。非常精彩的守备哈，那二垒手扑得漂亮。我们再来看一下，看看哈，一个弹跳怎么接到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哇，还能够很快的在坐在地上转抛了，这自己的队友都钦佩的。对。非常钦佩了，队友的表情感觉上好像是懵到了，那哭脸要搞，不过真的是接得非常漂亮，不过呈现在眼前的就是很精彩的 play， 是有实力了哦，这个大德商工的二垒手，这个又不是拍电影可以 NG 的，这个就直接就过去就要处理了。大德商工的二垒手张志伟，所以有些动作演也演不出来。张志伟在前个半局，非常精彩的守备策动的双杀。比赛目前来到是5局上半，打击轮到是第四棒的张俊奇。哇，三振，这个球不打也好球。这场比赛，翁伟乔所投出来的第5K。场上打击接着来到第5棒，背号2号。分数咬住的话，投手比较不会松懈，尤其是1-0的比赛，这种专注度非常的高。接下来打击轮到是第5棒的黄世颖，非常精彩的一个花球。本垒后方的接外球，那再记好球一个，现在球速都变成了良好球，没有坏球。那大德商工的选手，因为他们都是念夜间部的、夜校的，那虽然大德商工呢是有日校和夜校，但是棒球队是。全部都是念夜校的，那也都是同一科，就是资料处理科。这读夜校都很黑，就表示他白天在打球。哇，用个高球来吊，结果吊到打击的黄世颖呢，形成了2出局。这场比赛翁伟乔呢所投出来的第6K， 用一个偏高的一个速球来吊，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尤其是良好球没有坏球的时候。背号一号汤成宏。接下来打击轮到是第6棒的 DH 汤成宏，前次上来呢是遭到投手的三振。三垒方向的界外，这些大德工商的选手啊，准备动作的那个型都还不错，型不错，但是手感比较欠缺了。内的高弹跳，投手没办法拦住，三垒手接球啊，接得不是很顺，上到了一垒，这个球不好处理。如果是击
失误了。对，然后记录组还在决定呢，还在决定，还在考虑。第七棒，背号六号，郭真伟。哦，给安打，给安打。这种啊，这软弱的一个弹跳，主要是投手没有拦下来。是，再有游击手或是三垒手来处理的话，都会来不及。这是今天大德商工所出现的第二次的安打，在两出局之后，跑者呢是来到了一垒。很高兴啊，无论是什么形态的安打，都是个人在黑豹旗的一个记录。对。接下来打击轮到是第七棒的郭真伟。鞋子上来呢，他是打成了一个左外野方向的飞球呢，被接杀。今天稍早的前两场比赛呢，白天的第一场古堡加商新北市古堡是以5-2，后来居上，逆转击败了南投中兴高中。林子威，世青赛的国手哦，后来，比赛前段就已经上来了哦，然后投了蛮长的局数哦，带领的球队是后来居上。那另外东石高中呢，则是在低比分的比赛当中以1-0弃走了高雄的三姓加商。东石高中是三名投手联手的完封，这是今天稍早的前两场比赛。打击的郭真伟呢是遭到了翁伟桥的三振，在这局的翁伟桥所制造了三个出局数，都是不假他人，都是投出了三振，结束了在5局上半，大德上攻进攻。第一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这场比赛是32强的赛事呢，由云林大德商工来出战，是台中市的西园高中。现在比赛来到是5局的下半。比数方面呢，西园高中还是凭借着呢在第一局一开始前两棒所出现的安打，得到这唯一的一分，暂时领先了大德商工。赖清荣啊，第一轮的时候被打4支安打，第二轮的时候没有被打安打，对，但是出现了，两次的一个40球，所以他的一个压制能力在第二轮的时候有发挥出来。进入第三轮的打击，就看西苑高中如何掌握击球的机会。直球也可以来到130公里，滑球曲球的一些运用到目前为止投的是有声有色。对，主要他的球的尾劲都还不错，球都能够压低。这个球高球也没打好。比赛目前来到是5局的下半，西苑的进攻，首位打者呢是第一棒的于炳君。前两次上来呢有过一支三垒安打，目前两队唯一的一分，就是他跑回来的。投的不差。
左半边方向，这球应该已经是出了界外了。对，这个球拉得很远，是、哦、这个内角高的位置的一个变化球。这场比赛获胜的球队呢，下一站呢将是在2014年的1月3号下午的2点钟，16强赛呢来碰到是桃园农工。三垒方向，三垒手脚边球把这个球给处理传往一垒，精彩的守备，这个球打得很强劲，三垒手接得很稳定，对，然后传球又很有自信。三垒手黄世颖，紧接着站上打，来看一下这一棒还打得蛮强劲的，是。看啊，这个传球也很稳定，这都是投手状况好的时候，希望队友有守备的帮忙。接下来打击要轮到是第二棒的张志伟，双方都有一个张志伟啊，彼此间不认识哦，是。在参加这一次黑豹旗之后呢，会拿到秩序册发现，旁边竟然有跟我一个完全同名同姓，而且今天都有表现。这个戏院的张志伟有一分的打点，那大德的张志伟发动了 double play， 对，哦，用脚后，那个手背真的接得不可思议，哦，那个真的太漂亮，因为那个球来得太快，也有机会制造双杀。那这个西院的第二棒张志伟了，第一次打安打，第二次就是真的是张志伟打给张志伟接，二垒方向张志伟传一垒把张志伟给刺杀，大家不要以为我跳针哦，就真的是这样子啊，是啊，这都是一个巧合了，太低了，4块球。西苑高中这边也加强了选球了哈，那高中生的哈，这个较劲的哈，不服输哈，这个意味是比较浓厚的。赛前问到两人说，这个有一个人跟你同名同姓的，有什么样的想法？的两个人讲的就是说，希望比对方强。所以我说高中生就是不服输啊，想互相较劲。不服输是好事。因为不服输的一个情况啊，才会有好的内容。这个球三垒方向，内安打，没办法接到，我又跑到三垒。对，因为三垒那边没人，有点空城计。现在变成了13垒有跑者。这个短打很到位啊，这种短打是盗垒加一个突击短打，然后三垒手跑回来，这个跑出来处理球的时候。这个已经空掉了，捕手要赶快去做三垒的补位，捕手在那边防，在那边让自己的三垒手传球不好传的话，这反而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位置，他应该要跑在垒线的这个外面的时候，跑到三垒的去做补位。哎呦，又上来喊暂停了，现在是13垒有跑者一出局。哎呦，现在还要把一垒手、二垒手，等于是要把全队召集过去。除了外野手之外，内野手全部要召集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怪招。之前有发生过，只是没成功而已。不过刚刚啊，这个西苑高中的第三棒张佑明呢，这个点的非常的好，太漂亮，内野安打，那个球点的位置也是100分的位置。好了，跟大家来介绍一下，12月14号，明天礼拜六一样是有3场比赛。10点钟呢是由仁义高中的来出战的是善化高中，接下来2点呢是华江高中的来对上是彰化一中，然后6点30分的最后一场比赛呢，则是三重商工来对上是平镇高中。那应该会到垒，没有到，其实可以考虑到垒。今天打交轮到是第四棒的高怀安，前两次上来呢有过一次呢利用失误上垒有一个盗垒成功，现在是一出局13垒有跑者。一好一坏，那刚刚张佑明呢所出现的这支
偷袭短打成功，是这场比赛西园高中的第五支安打，安打数目前是5-2。回放落空，精彩的一个小曲球，紫砂球，我的紫砂球投得蛮好。一开始就有提到他的球种呢是直球、滑球、曲球，还有紫砂球。这个球掉的幅度的蛮大的。对，漂亮。又来一颗了，既然打不到，就继续用。通常这种手掌大或者说手指长的选手和球员呢，是蛮适合练这个直叉球。这手指头一定要够，而且要能够张得开。两好球，一坏球，一出局，一三垒有跑者。五局的后半，西园高中的进攻，游击方向，有一手接球之后传给二垒，一垒这边是来不及了。这是一个内野的滚地球，有一分的打点。三垒上的跑者张志伟是回到本垒得分。对，这个守备的基本动作做得还不错。西园高中在五局下半攻下第二分，这个球主要就是滚动慢，滚动慢的话，你等要在那边等着要接进来的时候，又耽误了一些时间。是。现在打击轮到是第五棒的韩永吉诺方胜祖，上跑了走了，再次考验捕手，捕手传过去，这一次 out， 精彩。高怀安想要继第三局之后呢，再次来挑战捕手，但这次呢是失败，到垒次结束了在五局下半的西园高中的进攻。但西园呢在这局呢是添得了一分，在前五局打完之后，西园高中现在是2-0取得领先。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非常感动。
盏阳光洒在我肩膀。今天是12月13号礼拜五，在台中体大棒球场所进行的是云林县大德商工出战台中市西苑高中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32强的赛事。在前五局打完之后呢，目前敲出5支安打的西苑高中，在第一局呢和第五局呢是各得1分。目前呢在前五局结束之后呢，现在暂时是以2-0的领先了云林的大德商工。好的，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是由名球评钟彩钟教练以及我张立群还有我们全体的工作团队呢在台中体大棒球场为大家带来转播的服务。好了，在第六局开始之前，我们也先请钟教练谈谈双方在前面五局的表现。好的啊，前面五局的话，当然说第一局啊就是西苑高中利用2支安打的一个串联，尤其是首名打者啊那个灯光的3连安打，紧接着第二棒张志伟打出安打之后抢下1分，这个之后呢赖清龙是稳定下来，虽然在第一轮的打击当中呢是西苑有出现4支安打，第二轮是没有打出安打，但中间有2次的40球。那进入第五局的时候呢，一出局之后的一个4坏球，那西苑用一个突击转打的一个方式，造成了1-3垒有人，尤其是一垒的跑者张志伟呢，很积极的能够来到3垒。造就了一个游击滚地球没有办法完成双杀的一个抢下第二分，造致要对大德工商刮目相看。这个球队啊，事实上在两位教练王俊朗还有蔡全金的带领之下呢，整个的一个投手的素质还有守备的一个表现呢都还蛮到位的，使得目前为止打完五局以后呢是一个2-0的一个局面。看起来哈，在赛前的时候，有人说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打5局了，有人说打7局了，但是看起来目前有机会打到9局，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好的一个表现的内容，继续的保持下去。至于，这个攻击面的话，就要有多打出安打，但目前看起来，这个击中球的效率还有待加强，似乎已经被翁伟乔完全压制。前五局他的用球数呢也不到50个球，才49个球，被打2支的安打，另外投出了有7次的三振，没有投出任何的保送，就是在前五局翁伟乔的成绩。那前五局呢，翁伟乔被打的2支安打，其中有1支呢，就是现在打击区的苏家伟所打的，两好一坏。那一支安打是扎扎实实穿越了山油之间的一个强袭安打，回棒落空，结果最后打准的是遭到了3振。这场比赛翁伟乔呢所投出来的第8K， 对他的滑球很犀利。真的，他的滑球他相当有水准，不输给他老爸的滑球了。他老爸的曲滑球很有名，但他这是典型的滑球，下坠的幅度比较小，然后横移出去。接下来打交轮到第9棒的张志伟。前次上来呢是遭到了3振。不过在第4局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双杀守备。投手没有拦到，游击手等在后面。接球中了，传往1垒，哦，来不及了，哇，速度快了，内安打了，哦，这个游击手哈，整个的一个传球动作太大，这个手背摆动的太大，应
该要很快的向前移动，之后呢用手腕的力量传球。我们看慢动作，这个投手没有拦到，接到球以后整个动作很大，因为你很大，对方会多跑一步。好，画面上看到的这是蔡宏泽，另外还有黄武雄，黄武雄其实以前也带过这个西苑，现在应该也是了哈。这球打成了在一二垒直接穿越打喽，哎呦，有下战术哈，打跑战术了。对，因为一垒上跑者是先走的，所以在一二垒那边呢，形成了一个大洞，二垒手被调过去，有点被调到二垒垒包那边去了。哎，有趣了，有趣了，哇，这个大德很有机会可以得分，一个下达了一个成功的战术。是，来看一下，二垒手已经是被调过去了，然后再启动来不及。是，这个打得很巧妙。敲出安打的是第一棒的张伟成，现在是变成了一三垒有跑者。今天是一出局一三垒有跑者，轮到是第二棒的杜库克。接下来站上打击区的是第二棒背号11号，再来看一看大的上攻这边还会不会有一些战术啊？这应该还好了，就是尽量能够打多打一点。现在反而要观察的是翁伟桥的危机处理了。前面都投得不错，现在就是有四分的危机的时候，他的稳定性。对，四场比赛他可以说是第一次碰到四分的危机。第三垒有跑者，这球又太高了，这一有压力的时候控球有点走样。杜库克前两次上来呢，一次呢是内野滚地，另外一次呢则是遭到三振。对，差不多几分吧，大喊一声啊，很有志气啊。这球是一个外角好球，主审也哈一声啊，两个人在比大声的，对不对？一好一坏，六局的上半，大德上攻的机会，这是大德上攻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最好的，目前为止最好的得分机会。这球要打出去，看是强迫几分也可以。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右地方向，有机会射中双杀吗？传二垒往一垒这边送 ，double play。结果西苑高中也回进了一个双杀，那这个双杀呢也结束了在六局上半大德上攻的进攻，虽然出现了两支安打，但这一局没有得分。很有朝气的杜库克同学呢，刚啊了一声，啊完做双杀。来，我们听听看现场声音哦。哎呦！不
不过他阿完之后呢，换到教练阿，哎呀，双杀，没办法，不过有朝气了 ，OK 的 ，OK 的，很棒很棒。对，我倒是觉得说，会不会强迫取分呢，也是一个方法。强迫取分的话，就是两出局得一分以后，二垒有人。比赛目前来到是六局的下半。不过这场比赛啊，能够打到这种程度，2-0落后，其实大德公章也很享受这个过程。论实力啊，事实上是大德公章是比较弱的。是。打击轮到是第五棒的 DH 方胜祖。今天前两上来并没有安打，一次呢是遭到三振，另外一次呢则是外野飞球。这个球本垒后发捕手有机会来接吗？这个球也跑过头，跑过头。车子开太快，刹车不灵也不是办法。我没关系哦，就多练习，然后多比赛呢，其实对就会接得更好了。对，就是打击的部分稍微比较弱了一点。中右外野方向的飞球，谁来接呢？中外野手已经在那边等。对啊，右外野手差点过去抢了，稍微要比动作了，哦，让他不要靠过来。我的反应很快了，一下就找到球了。最后被中外野手杜库克呢，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形成一个出局。接下来站上打击区的是第六棒，现在蛮迷你的杜库克，这蛮有喜感。蛮有喜感，而且守备的判断力很好。打击轮到第六棒的董子浩，对方要打安打不容易哦，但要减少四坏球了。那我们在资讯侧吼，然后还有得到的资讯都是大德工伤了。不过，他们前面秀的倒是大德伤工，应该是伤工了。不过没关系啊，反正大家知道就好了。OK 的 ，OK 的，大家知道就好。伤跟工了，只不过就是伤在前面跟工在前面而已。接下来打击轮到第六棒的董子浩，现在球数呢是一个好球，两个坏球。董子浩前两次上来有过一次获得保送，有一个盗垒，又造球，这些球数被抢回来了，变成两好球两坏球。又来了，对，杜库克，杜库克，很酷的把这个飞球给接杀。那个球好像人有那个吸力的一样，那个球自然被他吸往他那个方向了。也看到目前为止哦，可以说是各队身材当中最迷你的外野手，中外野手。应该这次比赛里面最迷你，所有的报名的选手里面最迷你，都可以偷偷去假装去打国小联赛。两出局。打击轮到是第七棒的叶长志，三垒方向，三垒手把球给拦截之后呢，传往一垒，刺杀了打者出局，结束了在六局下半，西苑高中的进攻这局没有得分，目前呢还是2-0领先。
在台中体大棒球场，云林县大德出战西苑的比赛呢，现在来到是七局的上半。那前六局打完之后呢，西苑高中现在是2-0取得领先。在第一局呢，还有第五局呢是各添一分。比赛目前来到是七局上半。这个小朋友很可爱，戴帽子很可爱，看起来就是一副很聪明的样子。游击方向的国立球手接球之后传往一垒，很潇洒，一个跑穿。刺杀了打击的涂冠宇形成了一人出局，很积极，国家双球的怕，几乎都抓第一球就打，所以这也让翁伟乔这场比赛的投球数很省，数量非常的少，很省。接下来打架轮到是张俊奇，很兴奋，打到目前为止2-0落后给西苑。西苑在几年前的18U 也来了代表国家拿过冠军的球队。这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呢，将可以前进到16强，然后在16强赛呢来碰到是桃农。刚刚才有错觉，我以为这队领先。虽然落后，但是保持非常活泼的气氛。士气很高，士气很高。对。两好两坏，打击的是第四棒的张俊奇。外角太低，两好三坏的满球数。这边海报大部分还是写的是大德工商，那应该没有错。到底是因为他的衣服，他不会 OK 的。最后是超棒被捕，而打击的张俊奇呢是遭到了投手的三振，形成了一人出局。这场比赛翁伟强呢所投出来的第9K。接下来站上打击区的是第五棒。对未来像如果像这个赖志远呢，还有翁伟强，假设有一天投入到直棒的话，哇，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了。如果你把那个录的那一段，录赖有亮那一段，万一这个赖志环呢，那被打拳垒打之后，再把它重播给他看的时候。哦，原来直棒也真的投手很难投，但就是一个话题了。一个话题嘛，不过也是一个有趣的对照。那中华职棒今年是第24年了，明年才迈向25年。说实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年数跟日美职棒都还差距蛮远的，所以就比较没有办法会出现说，哎，爸爸曾经打过这个职棒，然后。后来假设这个儿子也打这个职棒，但是如果说所以这个职棒健全的发展，然后增加比较多的年数的话，这种事情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不过这个是我们虽然是差美国是100年左右了的一个职棒但是再过100年以后，其实那个距离就变短了。右半边方向落点相当巧妙。德州安打。那刚刚提到的话题主要还是就是说职棒院现在才是24年的年轻，对对对，所以必须要把它拉长，才会有可能会变成父子都有这个进入到职棒这样的记录。而且以后也有可能父子同在职棒界打球也有可能，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些选手都比较早就退下了。敲出安打的是第五棒的黄世颖，这支安打是云林县大德工商的所出现的第五支安打，三垒方向，三垒手接球之后呢传往一垒，把打击的张正宏呢给刺杀，结束了在七局上半，大德的进攻虽然出现安打，但是没有得分。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
黑豹旗在台中体大棒球场，这场比赛呢是由云林县大德工商出战，是台中市的西苑高中。现在比赛来到是七局的下半，比数方面呢是2-0，西苑呢暂时是2分的领先了大德。西苑呢是在第一局还有第五局呢是各攻下了1分。今天的观众蛮多的，主要是地主啊。戏院的话，来的人蛮多。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到台中体大棒球场哦。这位于一中街夜市旁，一中街商圈旁边的台中体大棒球场呢，来欣赏这些高中选手的表现。比赛目前来到是七局的下半，那只要轮到是西苑高中的捕手陈宗玉。所以赖清荣哦，在之前对台中高农的那场比赛表现不好，但是没有关系哦，是累积了他的经验值。之前他是在这个100学年度高中棒球联赛木棒组的时候，曾经对中农上场投过球，这个进步的幅度蛮大，因为这个基础没有那么扎实了，但是他们的只要认真了，进步的幅度很快。对，来自于新竹中兴国小中正国中。赛前王俊朗总教练就有谈到说，在他的眼中这个赖清荣投手进步得非常的迅速，幅度很大，那看起来他的运动神经也蛮好。拉回来三游之间，结果穿越行天之安打，在两好两坏的情况下呢，被捕手陈宗玉呢敲出了安打。对，这个球打得很好，这个变化球跟得很棒。看啊，这个变化球跟得恰到好处。即将上场打击的是第九棒，背号11号，游中汉。这支安打也是今天西苑高中团队呢所出现的第六支的安打，也是第一位选手呢单场出现两支安打。是擦棒球，没有点好。西苑今天就是。捕手陈宗玉有单场出现第二支单打。陈宗玉上垒是100%，中间还夹了一个触身球。哇，这个球一垒手没有接到，球落到后面的野上跑者利用这个机会很轻松的上二垒。陈宗玉的动作就很标准，就很快的冲刺，然后滑垒。这个要再记一个失误，这场比赛大德工商所出现的第二次的失误，有点偏掉。天哥的坏球没点。就放过了，一好球一坏球。我用球数其实已经超过了100个球了，也应该要有换头的准备。转身做牵制。那目前大德牛棚是有投手在做热身。其实西苑也有，也有。再配合做牵制，一次是二垒手过来，一次是游击手过去。对，练的应该蛮多的。看他们在移位补位的时候，都做的都还蛮好。还是点了，点到了投手旁边，投手下球之后呢，传给一垒手，传歪了，哇，传球失误。那原先在三垒上跑者呢，是回到本垒得分。哇，这是点得很成功哦，但投手传一垒，抓一个出局数哦，但投手这个时候传偏的情况下，再发生了失误，这局单局是第二次的失误了。刚刚跑者呢回到本垒得分，现在变成3-0，没有出力哈，这个球拿久的时候没有拿得干净。回到第一棒，背
号16号球没有控制，于炳军，很明显传高了。接下来打击轮到是第一棒的于炳军，尤忠汉呢则是上到一垒，今天还是温出局，一垒上有跑者。于炳军今天前三上来呢有过一支三垒安打回来得一分。有球迷朋友呢利用未来体育台官方粉丝团呢告诉我们说，云林县这应该叫大德工伤，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球队前面秀的反而是大德伤口。这球本垒后方的界外，又发挥威力了。对，今天于炳军呢也是单场的第二支安打的出现，现在变成了一二垒上有跑者，对，要换投手。那这场比赛赖清荣呢所被敲出来的第七支单打，尤其是这一局啊，那整个的内容就有点 hold 不住了，看起来好像还不想换，是不是这位投手也就是他们的王牌了？所以上来喊暂停叮咛一下之后呢并没有换投手，接着来到第二号背号14号也都跟得很好，掉的还算是低的，但是就是被扫出来，没有什么失投，可以说是西院这些打者经过第四轮的一个打击以后就慢慢适应。接下来打击轮到是第二棒的张志伟，现在是温出局，一二垒上有跑者，七局的下半西院的进攻。张志伟今天前三次上来呢有过一支单打，两打数一安打，一次获得保送回来得一分，有一个打点。打了一些暗号进来，现在在二垒上的有尤忠汉，一垒上的则是有于炳军，打击的则是第二棒的张志伟。一好球一坏球，这球还是点的，也点的不错，是三连手接球之后传一垒来得及，刺杀了打者出局，这是成功的短打推进，从一二垒上的跑者呢上到了二三垒。对，这三垒手冲得很快，这个球守得不错。西院教练团当然分工蛮细的哈，这个投手部门呢有前职棒选手林朝晃，那打击部门呢有效力过这个以前台湾职棒大联盟，而且有段时间到新农牛有去担任教练的李鹏波。今天是七局的下半，二三垒有跑者，教练团很完整。打击轮到是第三棒，现在换代打，现在换上的是背号二号的欧哲明。哇，这球打到投手前，投手接球之后传往一垒，哇，这
正好是太浅了，打到投手前，所以没有办法推进了，形成了第二个出局数。这个代打并没有成功。这一局如果只掉一分能够化解的话，对，这个赖清龙来讲也是一大成长。现象打出去的是第四棒背后八号高怀安，接下来打击轮到是第四棒的高怀安。二三垒有跑者，三垒上有尤忠汉，二垒上的则是有于炳君。高怀安也有非常好的身材条件呢，他打棒球之前呢，还有参与过其他运动，一开始是打排球的。哦，弹性很好。回防落空，今天的球数呢形成利好球、利坏球。七局的下半，奇缘高中的进攻，奇缘在这局呢是已经得到一分了，目前呢是3-0领先。左半边方向的界外，再接好球一个，变成两好球一坏球。赖金荣的体力很好，投了100多球，没有感觉到他累的感觉。还是捞起来打成了界外。那在这次黑豹旗的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啊，其实还有有一些设一些个人奖项。两好一坏，这个球拉回来，一二垒之间，结果穿越行天毡打，三上跑者回到本垒得分了，之后绕了三垒之后，先要抢攻本垒，哇，这个球！跑者跟一垒手这边相撞，裁判这边判的是妨碍吗？妨碍跑垒。哎，这个球是，哎呦，现在这个状况，哇！但现在高怀安好像有点受伤，哎。对对对。嗯哼。但裁判这边失误已经判了一个妨碍，是直接判妨碍吗？那这局已经是结束了。也是。嗯。好，待会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场上的状况，在七局下半结束。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非常感我们来换呢。
2013年第一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啊，云林县的大德工商出战台中市的西园高中。刚刚在七局的下半啊，西园高中是得分的哈，但是刚刚似乎啊，就是敲出安打的高华安呢被判了一个妨碍守备而出局。妨碍守备啊，跟妨碍跑垒啊，这个球在处理球的过程当中有在处理球了。这个球哈，这正好是同一时间球也来，然后又去 K 到了。这个球跑者就是跑的过程当中，这个球是没有必要再绕过去去做冲撞，因为这个是 cut off play 的一个状况啊。他绕过去的话会影响到守备。其实这个球也是只有一垒安打，因为这个转接的过程当中，这个判定妨碍守备，我觉得合理。因为这个瞬间那个 play 是在正要处理球的一个过程。因为啊，你打安打的人啊，你不用急着上二垒，因为这个 play 还在内野区了，跑垒的观念要稍微做修正。那在棒球规则当中哦，这个裁判认为就是野手，特别是正在处理球的野手受到跑者妨碍。就会被判为出局的。是，那现在是得两分还是得三分是一个问题，就是要发生的瞬间的时候，二垒的跑者有没有回到本垒啊的一个踩到，是这个发生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先踩到本垒板的话才发生的话，这个第二分进来是算的。如果还没踩到的话，发生的话会判。妨碍守备的话，应该就是只能够得两分。那现在西苑高中这边是换投手，先发投手翁伟强呢，现在是退场，现在换上的是背号三号的何秉淳，来接替。何秉淳呢，在第一场对桃园寿山高中的比赛里也有上场过，投了一局，然后一次的三振没有失分啊，这是他在前一场比赛里也有出赛，现在来接替投七局无失分的翁伟乔，来投八局的上半。不过刚刚在这个跑垒冲撞的时候，第二个跑垒员应该就是于秉钧的，应该还没回到本垒。这个是发生瞬间的话，如果是已经踩到本垒板的话，要算得分；如果是冲撞的瞬间还没回来的话，第三分是不算的。所以应该是只得两分，所以是变成4-0。如果他是判定妨碍守备的话。打击轮到是第七棒的郭真卫，两好球一坏球。因为打棒球啊，毕竟不是打那个橄榄球，可以说在规则之内可以合法冲撞啊，拿球的人啊可以冲撞，但是很明显的他在处理球的过程当中。一垒的跑者打安打的话，以当时合理的一个情况，没有可能能够绕过去跑到这个二垒变成二垒安打，没有那个空间了，所以他跑到那个位置似乎是比较唐突了一点。回棒落空，结果打者呢是遭到了三振，形成了一个人出局。这场比赛云林县大德工商了被 K 掉第十个人次。变速球，这是一个圈子变速球。
来上场打击的是第八棒，背号九。接下来打击轮到是第八棒苏家伟。苏家伟今天清凉上呢有过一支单打。就是好球，我的变速球投得很好。今天有过一支单打，另外一次呢是遭到三振，现在面对的则是西园高中的第二任投手何秉淳。一好球一坏球的直球的速度也不错，能够来到136。右半边方向的界外，那再记好球一个，现在球数呢变成了两好球一坏球。那目前已经进入到16强的学校有成功商水，另外有南英商工、大理高中、屏东高中、高院工商、桃园农工、三明高中、阳明高中、东石高中，还有古堡家商。右半边方向的飞球，这个位置蛮刁钻的，就掉在界外。现阶段呢，已经有10支球队呢是进入到16强的比赛，两好一坏。那刚刚这个被判妨碍守备的高怀安呢，应该有些受伤了，所以他并没有再上去守，目前呢在中外守部分呢是由一号的陈世鹏来接替。打者是遭到投手的三振，何秉淳上来中了连投2K。接下来上场打击轮到第九棒背号8号张志伟。好，这就是刚刚有点受伤的高怀安，所以抛垒的经验还要多加油。这个那个抛垒是对别人有伤害，也对自己也有伤害，因为那种冲撞是比较不合理的一个抛垒的状态。因为是一垒安打的话，你绕过去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缩回来，那看看这个 play 会不会完成，这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情况啊。或者说你等二垒的cut down man 往本垒传的时候，你再继续的往下一个垒包推进，那直接打出去以后，那个穿越三游。这个二垒跟一垒之间的那种安打，就右外一手向前移动来接的那种球，只是一垒安打，你要把它当成二垒安打来跑的话，几乎是不容易发生的事情。两好球没有坏球，打击的是第九棒的张志伟，今天有过一支安打。擦棒球，判定已经是一个擦棒球了。对，手已经举起来了。一垒手也举起来。打击的张志伟呢是镇南国小、民生国中，差不多到国三左右呢开始比较就是接受棒球的正规训练。两好球没有坏球，两出局垒上没有跑者，这是8局的上半，大德的进攻。这球结果挥棒落空，遭到三振。
台中体大棒球场这场比赛由云林县的大德工商出战台中市的西苑高中，现在比赛来到是八局的下半，投手还是赖清荣了啊，应该会让他投到极限，就是135球。首先上场打击的是第五棒指定打击，就颇有让他要完投这场比赛的味道。对棒球规则的精神啊，不会因为你跑垒的一个妨碍守备而得利的。今天的第五分就是因为妨碍守备之后又得利啊，这一分应该最终要考虑的话，可能是只能够得两分。这棒把球打成在一垒方向，一垒手接球之后，自裁垒包，把打击的方胜组呢给刺杀，形成了一人出局。对，刚刚跟这个大会的记录组做了一个确认，就记录组这边也说，因为如果刚刚裁判如果是判妨碍的话，那表示说这第五分应该是没有得到的，这是合理，这比数应该是变成4-0。但因为裁判也没有跟记录组这边做任何的手势，所以记录组这边告诉我说他们也搞不懂。不过最后再做确认，可以做修正，应该也都 OK 了。不过现在领先一方是西苑了，5-0跟4-0，到最后比赛结束以后，意义是一样的哈，依旧是西苑胜。但是规则的精神就是，不能够因为你违规的一个跑垒而妨碍守备之后又得利。所谓的得利就是第五分进来就是得利，你不能够预估说那个 cut off play 没有办法穿得很准，让对方这种不会出局，不能够预设立场。就像说这个 double play 啊，不能够预设立场啊，有的时候，你失误的话呢，你不能够预设立场，他能够完成double play， 依旧是会进你一个失误一样。好，再来看一下这个 timing 呢，这个第四分跑回来这是没问题的，主要是第五分你要跑二垒一点道理都没有。看看啊，结果他冲过去跟守备的人，这个是妨碍守备没有意义了。对，要是发生的瞬间呢？对，这边判的话，那第五分应该是还没进来，还没进来。不过如果还是能够在这场比赛哦，就是裁判跟记录这边再做确认，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好，比较好。虽然可能一分这不是影响到真的比赛的胜负，是，但是就是不能当差不多先生啊，不能要很精准的，是到底是几分就是几分。这球投手拦到。投手接球之后呢，小抛球给一垒手，结束了在八局下半，西苑高中的进攻这局没有得分，目前西苑还是领先。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非常感动。这场比赛啊，打得很焦灼啊，跟预估的一个过程呢完全不一样。这个到目前为止啊，发生了一个规则上的一些出入。这个 play 呢，事实上，以这个规则的一个精神来解释的话，我个人认为啊，是应该进来的第三分啊不算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应该是要确认。到底是4分还是5分，我想这个到最后会是一个讨论的焦点。
赛现在来到这九局的上半，打击的是大德工商的这个第九棒张伟，第一棒张伟成。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结果穿越是连接安打。这个球打得不错，偏高的球，能够把球打平就有机会。这支安打呢是大德工商这场比赛所出现的第六支安打。这就是变速球的危机，就是不能够投高。你变速球投在高的位置的话，一点威力都没有。这个时候大德这边启用代打，切换上是施成佑来接替。虽然落后五分了，但是大德这边呢还是精神非常的饱满。他们打到九局了，他们已经达到目的了，也看看有没有机会在第九局拿下一分。这个球出棒打成了界外球，脸上有敲出安打的张伟成，而现在代打的是背号十八号的施成佑。这个最有精神的就是杜库克了。没掌握好，这个球红中进了。杜库克是已经被换了下去了，代打换掉了。对，是由施成佑的来接替。回棒落空，结果最后是遭到投手的三振，形成了一个出局。用了一个偏高的一个速球哈。虽然是遭到三振了，但是回去休息区哦，队友给他的回应呢，好像是光荣打了一个胜仗回来了。我觉得就是跟他们自己预估的，有可能会打七局就比赛结束，然后能够打到九局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因为两队的实力是有差距。但是能够打到目前为止只落后四分啊，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焦点。接下来应该是再换代打，现在换上是背号四号的冯永庆，来接替原先先发的涂冠宇。这个有练的都来打看看了。对，大家都参与了，增加一些实战的经验。而且练习这么多哈，无非的就是希望能够上场比赛。又是一个 high fastball。场上投手呢是西园高中背号三号的投手何秉纯。一好球一坏球。本垒后方的界外，何秉纯上来之后呢，投了蛮多的三振。目前呢，在一垒上呢有敲出安打的张伟成，就是变速球跟直球的交互运用。这球比较外角，投的比较开一点。冯永庆的打击，这场比赛获胜的球队呢，将是在2014年1月3号16强赛
下午的两点钟呢，来对上是桃园农工。回棒落空，如果最后遭到投手的三振，这两个代打呢都是遭到投手的三振线两出局。刚刚还会不会用代打？因为板凳里面应该还有人没有打到的。三振之后呢，又是像光荣的回到休息区了，队友还是给他这个掌声鼓励，完成他们的任务，就是没有在九局之前被提前结束。这种掌声感觉上好像是打一次全垒打一样，但实际上不是。不过都很兴奋了。好，接下来打击轮到第四棒的张俊奇。张俊奇这个棒子并没有换代打，是有啊继续上来打。前三次上来呢，并没有换打，有两次呢被三振。表情呢，领先的好像是输的一方，这个输的一方好像他赢球了，这个在今年的黑豹级特别明显，尤其是社团的球队，只要能够打到七局就很高兴。这个球是一个好球，打击的张俊奇呢并没有出棒，现在球是变良好球一坏球，前三次上来他也并没有安打，有两次呢遭到三振，球队的第四棒。高三的球员，那能不能把这个攻势呢给延续下去哦？九局的上半，大德九局上半的进攻，结果最后是回棒落空，遭到投手的三振了。最后何炳淳呢就是以再见三振，而且在这局是连三 K 结束了，在九局上半大德工商的反攻。那中场呢，新元高中呢是击败了大德工商，也前进了16强的赛事啊，恭喜西苑。那大德工商呢，在这场比赛呢，也跟对手的拼斗到9局呢，才分出胜负。因为有这场比赛西苑高中在第一局得分之后呢，一路领先了哈，最后是击败了大德工商。不过两队的最后也鏖战9局呢，才分出胜负。
那当然对大德工商来讲也留下了算是甜美的回忆这个有半数以上是科班，但是也有半数是非科班的选手那另外在整个身材条件的似乎也不叫不如这个西岳高中但是他们也打到第九局才最后败下阵来，而且到第九局最后的反攻即使虽然没什么攻势但是场上特别是代打者上局之后休息区跟场上选手的这个呼应的还有这个过程的是让大家感觉到是非常的激励的，很满意了那这场比赛的话，对大德工商是一种激励。只要再多加努力的话，应该在这种未来的比赛当中也看得到他们的成长。那当然，另外翁峰玉的儿子这个这场比赛的胜投翁伟乔当然会成为媒体访问的重点我们这边也恭喜西岳高中进入到16强的赛事。所以今天比赛打完之后有三支球队也挺进了接下来的16强，分别是古堡家商、东石高中还有这场比赛的胜出的这个西岳高中。那么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明天是12月14号礼拜六。我们一样呢，是从早上的10点开始呢，为大家带来三场直播的赛事。首先，第一场比赛呢，早上10点是要由台南的善化高中的来出战是仁义高中。那么接下来呢，则是2点由华江高中的来出战是张毅。那么在最后一场比赛呢，则是要由平镇高中来出战是三重商工。这三场比赛，未来体育台、未来电视网呢，都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好的，那我们现在经过确认之后那最后的比数呢应该是4-0等于说这个最后等于是在第七局呢所攻下那个第三分应该是不算的，因为它是发生在裁判判妨碍之后他才回来得分的。是对，终于最后来到一个正确的消息了。好，那也请观众朋友明天从早上的10点开始锁定未来体育台来欣赏三场的黑豹旗全国高中青棒大赛。我们在今天的所有转播就要在这里完全告端了，非常谢谢辛苦的钟教练，谢谢，我是张立群，谨代表全体辛苦工作人员收看，我们在下一场精彩的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流下的汗水别只剩笑容，动静之间风起像黑豹，等待时机来到。